在专业美发设计师的细心修剪下，长辈们带着放心又开心的笑容接受义剪的服务。这是由台北大屯山福伦社特地到位在基隆中山区的三千宫为当地长者们办理义剪的活动。其实是夫唱夫随，因为台北大屯山福伦社长陈瑜 Queena 在夫婿也是知名艺人，更身兼基隆市文化观光咨询委员会主委的许孝顺和三千宫主委林国长协助下，带着福伦社友们特地邀请热爱公益的好男人李龙院团队到基隆中山区的三千宫为当地长者们办理义剪，也受到应邀出席参加的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施伟正的感动及感谢。因为我们每年呢，福伦社都会有一个服务计划案。那因为我原本就是学那个发型美容设计的，所以才想说，透过这个所谓的技术，所以号召了设计师跟我们福伦社做结合，才会有这次的活动行程这样子。因为刚好我的丈夫许孝顺先生，对尊眷，才会有这次的。对长者义剪活动，其实我们基隆是一个可爱又很有爱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青年才俊，这么有能力的一个议长，这么挺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也很感谢三千宫，让我们可以呢在中山区，然后在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港区，看到这么样的美景，然后发挥这么样淋漓尽致的爱，谢谢我们议长，真的，也帮我们加冕两句。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顺哥哈，他虽然是我兄弟，但是我们落差大概有20岁，我小时候都看他铁狮玉玲珑长大。那今天非常谢谢顺哥带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资源来，因为他的太太也是我们大屯山福伦社的社长，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师，能够把自己的专长带来我们西岸山城来服务我们的长辈，服务我们的弱势好朋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义举。那当然也特别谢谢顺哥的好朋友林国长董事长，也特别这个提供我们这个样子的场地。好，那我想让大家可以看见基隆的美，然后让基隆的这个友善宜居的城市可以展现出来，我想非常的感动。那因为顺哥是我们基隆非常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观光资源，好，所以希望顺哥可以常常回来。我觉得我用资源来形容他，就知道他有多厉害。然后他的能量，我想可以带给基隆，可以能见度可以更高，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美景，看到我们的爱心。希望我们顺哥可以常常回来。好，为了基隆，我们一起努力。好，一起努力。谢谢。本身是专业时尚彩妆师出身的大屯山福伦社长陈瑜，以给人暖暖心不另外一个角色，和基隆的老公许孝顺回到家乡办理义剪，回馈乡亲，也希望鼓励长者们勇于走出家门，重拾自信，好好爱自己。高水水小爱家己，一起守护，一起爱。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